给我站住！呀，大忙人还这样回来呀？又去喝酒了，隔你一公里都能闻到你身上那股马尿味儿。还真难为你啊，哈！还记得家门口在哪儿呢？老婆，我这不都是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。屁！应酬应酬，你天天都说应酬，我就不信了，你天天能应酬。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干坏事了？哎，冤枉冤枉！老婆，你不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我，我真是应酬。看我怎么想疼疼疼老亲的亲的。瞧你这儿子。马大军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你还在打游戏？我失眠，睡不着。我说你是打游戏打失眠了吧？啊，哼！再说了，你要是真的睡不着，你不会去做两道题，背两个单词，你下星期考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就算我醒了，我学习的细胞还没醒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去睡觉了。哎哎哎哎！我说你怎么对学习了就不能上心，就没有一点自觉性啊？妈，我除了学习还是学习，我这不能有点业余生活吗？啊，你除了学习之外，不是还有补习班吗？你说玩玩玩玩，你就会玩，你除了玩之外，你还会什么目标啊？目标？你的目标我可是看透了。你的目标就是上课盼下课，下课盼放假，放假了还盼着溜出去玩。你的目标可真是相当的执着。妈，行了，你说说，你最近表现怎么样？啊？哼，天天上课爱睡觉，连老师布置的那个作文题目你都没搞清楚。哎，人家上面明明写的是我是蜘蛛，写的是昆虫，是蜘蛛，你倒好。绞尽脑汁写了什么？我是蜘蛛，你还真是蜘蛛，跟老爸一样。老婆，说孩子就说孩子呗，怎么又把我带上了？怎么着？啊？说你们还不服气了哈？一个天天爱喝酒，一个天天上课就爱睡觉，你们两个再这样混着，你们的将来永远都是一个梦，还是个噩梦。我的未来不是梦啊！妈，我知错了，我马上学习，我立刻学习。马大军，嗯，我可跟你说哈，这一次再考到班里的倒数，你可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知道屁股打八瓣什么感觉吗？要不要现在试一下啊？我妈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火气特别大。你看我的黑眼圈，再加根珠子，我就真像熊猫了。真想在我的头上装个灭火器呀！你妈妈最近的情绪起伏很大，从早上我洗脸刷牙的时候，她就对我嘟嘟囔囔，她说。我不努力学习，接着又说不努力怎么会考的第一名呢？哎呦，刷牙的时候真的感觉左手拿着杯具，右手拿着洗具，悲喜交加。我妈也是，上个礼拜我上课没穿袜子，她就唠叨了整整三天。还跟我说，我长大以后一定不能成一个精致的女人。他还跟我讲了一夜他的偶像奥黛丽·赫本。看来大家都是天涯沦落的可怜人啊！我在报纸上看。
得更年期的女人不好惹啊。更年期？博士，更年期是什么意思啊？更年期就是指很多妇女，很多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就是身体里的神经和某些功能紊乱了。主要症状就是情绪紧张、易怒。博士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妈自从犯病后，每天对我发飙，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种更年期病。我估计你们母亲也得了更年期啊。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大甩卖，大甩卖啦！来，10块钱，大甩卖，10块钱。哎，大姐，现在才10块钱，那么便宜、啊？对呀，怎么那么便宜啊？哎呀，就朋友送的，我自己吃不完嘛，所以呢，我就低价出售。这是假货来的？怎么会假？哎，你不买问什么问呢？浪费我的时间，真是。哎，小朋友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是不是觉得学习很累啊？嗯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胸闷气短、口干舌燥，还有视力下降？没关系，来一盒健脑丸，保你下回考第一。哎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。哎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孩子一看就知道孝顺的孩子，知道心疼妈妈。哎，这个是定心口服液，专门给更年期的妈妈服用的。哎呀，你说这更年期的女人嘛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还折腾全世界呢。哎，这个药啊，就专门治这个的啊。服用以后啊，保管脾气消失了，脸色红润了，青春也回来了。这更年期，对，这个呀就专门对付那些中年妈妈们的这个更年期的，科学家精心研制的。啊，那么神奇啊，真的假的？那必须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还有那个国家的批文来的，知道吗？绝对是安全可靠。那么厉害，应该很贵吧？哎呀，小朋友不要担心那么多，价钱好商量。你身上有多少钱？喏。哎呀，其实吧，你这点钱确实不够我的成本，不过看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，算了，我卖给你好不好？啊，来。你看我这个不单只是优惠价，而且呢买一送一。哎，你妈妈要是喝了以后觉得好，记得给我再买啊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谢谢虎哥了。不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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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呀，这小朋友真可爱。病了，说不定你还成为天山童姥呢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子呀，你是嫌老娘我更年轻是吧？看我不抽死了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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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妈，新出这饮料特别好喝，你尝尝。大军乖，妈妈最近在减肥呢，你喝吧。哎呀妈，你减什么肥啊？你都比我还瘦了，你就不要减了，你尝尝看。你以为我乐意减肥啊？你都不知道我被人嘲笑我胖我多痛苦，你还来诱惑我。作业做完了没有啊？还疼疼疼。你做完功课了没有啊？还没做完还不吃呀？我吃就是了嘛。
是我们学校发的补品，我没有喝，我特意留给你喝的。儿子乖，只要你心里有妈妈，这就是妈妈最好的补品。留着自己喝吧。哎呀妈，您喝。不听话是了吧？喝。老公，儿子，吃饭了。丰盛了，你妈的菜做的真好吃啊！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快！妈，你有什么怪怪的感觉吗？有什么怪怪的？我能有什么怪怪的？我说你才怪呢！有饭不好好吃，老盯着我干嘛？没干嘛。你干嘛？呵呵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是不是又没考好啊？哎，也没有。那还是上课睡觉被老师给逮住了？也没有，绝对是没有了。那快吃。一定笑啊？难道我上当了？哎，我说你还嘀咕什么呢？赶紧喝完汤，盛饭去。哦。马大军，妈妈，我马上就说，我是比风还快的男子。哎，宝贝儿子，妈妈只是进来房间帮你打扫卫生的，只要你掌握好起床的时间分寸，妈妈不催你啊。哦哦，难道这定心口服液有效果了？大军，快出来吃早餐，要上学迟到了。哦，来了。妈，我今天不想喝牛奶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马上喝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儿子啊，你要是今天真的不想喝牛奶，那我们就不喝。天天喝确实会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呢有豆浆、果汁、咖啡、可乐，那你想喝什么，妈妈就给你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雪糕，想不想要？哎，想。我给你拿。难道这口服液真的有效？儿子啊，还是呢豆浆比较有营养啊。不行，我得试一试。妈妈，昨天我们班主任他没有戴眼镜，你猜他走着走着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走着走着他撞到了墙。他太傻了，吓死我了。怎么可以这样说老师？不过儿子，你肯跟妈妈去分享在学校里的趣事，还交流心得，妈妈觉得呀，实在是一件好事儿，妈妈感到特别的欣慰。来，吃。难道
这药真的有效？这药实在是太有效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妈今天早上变得特别温柔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就像清朝电视剧里面的小太监伺候老佛爷。真的，看起来好高端，洋气上档次啊！哼，不过只是你妈妈今天心情好，这什么药那么奇效鬼扯？我妈心情再好，也不会变得这么温柔，这肯定是药的功效。我还是不相信，咱们做一个实验吧。好好，我最喜欢看实验了。做什么实验？我们后院不是圈着一条大狗吗？平时可凶了。啊对对，比我妈凶多了。我们拿这个药给它喝，要是它没脾气的话，就说明这药有效。哎，你的办法可真不错，走。真的好有效。哎，大军，你这个药在哪里买的？我也要给我妈妈买。我也买。行行行，好东西一定会和好朋友分享的，我会带你们去买的。哎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。坏了坏了，难道那小胖子发现我那个地心口服液是假的，来找我算账？哎，虎哥。嗯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怎么会认错的？哎呀，就是你啊，虎哥。我上次在你这买了地心口服液。哦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你啊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啊，你卖给我们的地心口服液实在是太有效果了。啊？那我的两个同学都想来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！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每人一盒，来拿着，古拉就这个啊，哎，就这个定心口服液，很好的。对啊，就是。大军，聪聪，娇娇，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哎，朱奶奶好。喂，朱奶奶好。怎么还在大院玩啊？爸爸妈妈还没接你们吗？朱奶奶，我告诉你，大军的定心口服液就在这儿买的，他妈妈喝下去，今天一早上都没发脾气。我和聪聪也想给妈妈买。嗯。好让他不要再这么唠叨了。哎呦，真是胡闹，吃进嘴里的东西怎么能在地摊上买呢？而且你们小小年纪就嫌妈妈唠叨呢，那是妈妈爱你们。什么口服液啊？啊，是珍贵药物来的吗？你解释一下，这药是从哪儿来的？不会是假药吧？哎呀，大姐，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嘛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不好好交代的话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啊啊！别别别别！大姐，我说还不行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些药虽然不是什么真品，但也是高仿药来的，在批发市场进的。什么？怎么交给我？不过你们放心，我批发市场的哥们说了，这些药都是糖水浆安定，喝多了顶多就长胖一点点，对人体没有什么大害的，真没有危害。这是镇静催眠的，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。不会吧？你这个人嘛，你要知道，你卖的可不是小物件啊，而是让人吃进肚子里的。万一真的让人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可是摊上大事喽。爱财也得走正道，你这样不行，一定要严惩。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，我改，我改，好不好？我改啊！你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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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改什么呀？我妈妈说不定真的在院里抢票的，我不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想更吵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还我妈妈！哪有什么用？嘴唇有什么用？大军，大军。
大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现在呢，你一定要回家去，赶紧让妈妈上医院去检查一下。你，啊，陈嫂，投案自首，要不被我们拉去判手续，你选一个吧。我还是自己去吧，我请求宽大处理。哼。朱奶奶，你好。你好。这次啊，多亏了你及时发现问题，还叫阿虎过来自首，帮助我们一举端掉了这个售假点。太好了。这次多亏了朱奶奶，要不是我将功补过，现在肯定会被关起来了。你呀，以后好好要接受教训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至于这个假药啊，据我们的化验分析，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安眠药和糖水。所以受害者喝了之后啊，会产生精神不振的现象，这就貌似出现了假药所宣传的功效。虽然这次受害者并没有什么大碍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假药的危害性不大。如果长期服用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甚至还有很可能危害到生命。所以对于贩卖假药这种恶劣的行为，我们警方是会保持一贯的坚决打击。同时呢，我希望大家也要严格监督，如果大家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呢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警方。太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傻孩子，妈妈没事儿，妈妈不怪你，也许妈妈平时对你真的是太凶了，妈妈也应该自我反省一下。妈妈答应你，以后不对你乱发脾气，好不好？好。幸好我们没掉到沟里去，耶！幸好我们没有跟着买假药。你们呀，要记住，妈妈批评你们，永远是为你们好。不要怪妈妈，啊，要爱你们的妈妈，好吗？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也走了，我们回家做你喜欢吃的。啊。马大军，59分，怎么回事？你还好意思考成这个样子啊？竟敢藏着掖着！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现在还敢藏着掖着是吧？啊？妈妈，你不是说你不会随便打我吗？我这叫随便吗？你考成59分，我还不发火，我还算是你妈妈？如果实际上真有这一口服液，我要给我妈妈100票。追逐梦想不等待，努力的向前迈。起来。